我帮你弄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你吗？你看，我说我帮你吧，你快点过来，弄完干嘛呢？你快点！哎，你用手堵住，堵住，堵住！你腿怎么越来越大了？哎！怎么办啊？打电话，打电话！摁住了啊！哎！喂！哎，我这水管坏了，能不能找个人过来修一下啊？啊，谢谢啊，哦，快点啊！哎，我其实问你长得挺好看的，就缺点礼貌。怎么就挺好看的？懂什么感觉？我怎么就不懂了？啊，我工作我承认我不如你，但谈恋爱这块，我是卡得死死的。我跟你说，就根据啊你上次红娘店表现，加上我对你的观察，你大概率是一个。爱无名患者，用不着你管。公司同事都说呀，说你这三个月谈恋爱够呛，没见你有个男朋友，你是没谈恋爱？用不用我帮你？不用。你这么自信啊？找到办法了？过段时间，公司会办个单身精英之夜。啊。我有预感，我肯定能行。我也有预感，你肯定不行。你肯定会来求我的。来来来，摁住了啊！我还没准备好。哎，来人呐！哎，来人呐！哎，我。这次的单身精英之夜也是 APP 上线前的一个小预热。这次我们会和金球俱乐部一起合作，找100位单身男女现场配对交友。而且这次的活动整体策划也是由金董的意思，找了最专业的策展公司，我们在现场盯着场取取经，结束之后每个人写一份心得，积累一下经验。这次活动的主持人是我们钱晶晶小姐，大家积极配合一下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这次活动公司有内部报名通道，在场所有的单身人士都可以参与进来。帅哥报名吗？行了，那大家准备吧，散会。开放，愿意和男士进行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。赵老板，我这个助理真是太尽职了，希望你今天有好的收获。赵总，下午好啊。还在睡觉啊？没有，我在忙，有事长话短说。忙着起床啊？看看手机屏幕。哎，你连个面对面沟通的机会都不给吗？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挂了。别，有事儿，正事儿。
我刚才给你看了一下各位精英男士的资料呀，不太喜欢你这款的。不过没事儿，咱们今天啊就把那个女霸总的气质稍微收一收啊，多多展现一些你甜美的笑容。我有自己的风格，不用你教。OK， 等我一起走呗，我接你。不用，你别迟到就行。哎，赵总，来了。看来我打电话是有用的嘛，这么一打扮很迷人。这是今天的工作服。你看我这身怎么样？一般。哎呀，看来我不用担心了。担心什么？担心没人看得上你。哼，担心你自己吧。现场每位嘉宾都会有一支玫瑰花送给心仪的对象，你觉得你能拿几支？一定比你多。这么自信呀？那这样吧，你要是赢了，我心甘情愿为你鞍前马后；你要是输了，不会输的。漂亮，来，给他戴上。再正式开始。你好，您的玫瑰花。谢谢。我们要输了吗？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哎，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骑车。摩托吗？好帅哦。给机会洗头风吧，我摩托车后座第一次坐女生。真的吗？哎，我明天就有空。哎，好啊。不过你不要开太快哦，人家会害怕。是我的错觉吗？你看我的眼神真特别啊。那个，你裤子拉链开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那个，你好，我给你发一200红包，你能把这玫瑰给我吗？资料上显示你的情商高，体贴人，会说话，我怎么感觉有点货不对版啊？你眼神不好吧？哦，误会了，拜拜。呱呱呱。我们主营的是婚恋业务，还有联动的婚恋社交 APP Best Note 正在用户内测呢，就是我的名片，就是这次相亲活动匹配的应用啊。对，没错。欢迎江总有空来公司看看，我
们可以聊聊相关合作。好，一定一定。能把你的花给我吗？我看赵总的资料上显示是特别喜欢做家务。啊、哦、不不不，我不爱做家务，浪费时间。哇，啊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这玫瑰花要送给一世一家的好女人。我不是。嗯。女人的精致啊，那是从头到脚的，这就意味着呀，光有面膜那是不够的呀，还需要 cover 到脖子、手指和脚尖。哦，对了。给你看一下我公司的这款口红，它的原料供应商和欧美一线大牌那是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我不想再听你叨叨你的产品了，我直接买一套行吗？你能不能说话算话，把这玫瑰给我？姐姐，你好凶哦！人家怕怕，你的资料上不是写的自己特别温柔吗？你骗人！哼！什么东西？口红。你好，首先你得告诉我你的玫瑰能不能在8分钟后给我，能我们就聊聊，不能我们也不浪费时间了。漂亮的女人果然有气势，虽然我的玫瑰刚才已经说好了留给别人了，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看私下什么时候有空我想请你吃个饭。没空，好走不送。不是你自己在资料里面写的性格 open，可以和男士进行各种形式的沟通交流吗？你没这想法写什么写啊？装什么装？嘿，我什么时候写了？我写什么了？赵总，战果如何呀？不是就一根啊？我的。不是，现场这么多人，你就一根都没有？是他们说话不算话，说好了给我的，一点诚信没有。哎呀，姐姐，是谈恋爱又不是做生意。那不就是做生意吗？你别看他们聊得欢，但摆出的都是条件背景，说白了就是8分钟面试。哎，啊，失望了？那倒谈不上，这儿根本就没有我喜欢的。行，这样吧，咱们俩最后一轮，8分钟，谁先拿到对方的玫瑰，谁留你。那我要一直不给你，你不就永远赢不了吗？所以啊，我只想让你赢。这支玫瑰就专门为你留下的。心动，心动。哎，哎，你花儿。江月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啊，没事。
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。徐总，好久不见啊。确实好久不见，你还是冒冒失失的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回国了。哦，听说了。挺关注我动态。你亲自参与啊？哦，没有，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怎么没说完话你就走了？哦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助理顾嘉欣，这是许宁远，徐总。啊，你好，徐总你好。你闭嘴。啊，他跟你提过吗？啊，提过提过。就望徐总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风流潇洒，名不虚传。你不说话，没有人把你当哑巴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不用，我这边还没忙完呢。没事，你忙什么？我帮你。不用你。徐总，我们下回一块吃饭吧。好，电话号码没变，电话联系。好。下回见。下回见。嗯，拜拜。拜拜，徐总。反正扶你呗。不用。请问，我可以载这位女嘉宾回家吗？算了吧。车吧，我知道我经常说错话了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请老板上车，这附近不好打车的。那你说今天的比赛是算你输呢，还是算我赢啊？你可以少说话吗？哎，那徐总是你喜欢的人吧？问这个吗？按说你这条件啊，绝对配得上他，你怎么那么不自信啊？看见人就躲。我没有躲。你还没躲，人家都上赶着送你回家了，多少机会被你一口拒绝了。我当时那个鬼样子不方便。你的样子越狼狈越无助，就越能激发男人的保护欲和爱心。不是，今天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，被你白白浪费了。嗯，我真觉得你需要一个爱情军师，不然你这3个月脱单 flag 什么时候才能实现？我毛遂自荐一下。不需要。哎，我说真的，不然3个月脱单对你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儿。让我教你恋爱吧，考虑一下吧，别忙着做无谓相亲了。想谈恋爱，第一步是放下理性，用心去感受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策划一场心动约会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耍花样。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。工作做不好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哎，别呀，咱们心平气和谈谈不行吗？我真对公司没兴趣，这样行吗？你帮我说服我妈放我走，我帮你计划脱单，
你少一个碍眼的刺头，又收获了美丽的爱情，这买卖你稳赚不赔啊。你为什么不想继承公司啊？出生就在别人终点线上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的。我不喜欢做生意，我只想好好赛车。费了半天劲就是为了玩啊？我赛车不是为了玩，那是我的梦想，而且我特殊原因，今年比赛我必须得参加，我得早点回去训练。明白了，但是做好助理工作是你的本分，至于帮我谈恋爱的事儿，姐姐我在幼儿园牵小男孩手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，别费心了啊。不给。哎，其实你刚刚还是心动了对吧？表面假装镇定，心跳可不会说谎。再说话我就拿高跟鞋跳爆你的头。周小姐，来签收一下，这是你快递。快递啊。哎呀，记上记上。记着呢。什么快递啊？嗨，这不教你恋爱吗？明天第一课，寻找初恋感。啊？今后约会。和你？嗯。没别的意思啊。你是太久不恋爱了，恋爱神经都冬眠了。我呢，就是帮你激活一下肌肉记忆。顺便咱们体验一下工作以外的乐趣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美好的约会。和美好的人约会那是美好约会，嗯，和你只能算是继续工作。对，就是工作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明天听我就行了。哦，这不是我高中校服吗？你从哪弄的？我花了整套的游戏皮肤给你换来的，就为了明天的约会。记得带上你的校友卡。不拒绝啊，晚安。哎，穿成这样太尴尬了，被别人看见多丢人啊。哎，不行，我要上。哎，别，气氛很重要，这不能配合一下吗？我已经够配合你了，真是晕了，听了你的话，我今天就应该在公司加班，而不是陪你在这玩过家家。你知道约会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约会中最重要的不是去哪儿、干什么，甚至和谁在一起，而是乐在其中，体会那种心动的感觉，憧憬恋爱的感觉。走吧。骑慢点，骑慢点，你非骑这么快，你再快点我真要吐了。不会吧，我今天已经骑很慢了。还好我没吃饭。怎么样，
有没有感觉心跳加速？心都要蹦出来了。这对了，速度让人兴奋，也让人紧张，跟着肾上腺素就会急剧上升，心跳也就快了。很多人会误以为心跳的感觉就是心动的感觉。你想说什么？小顾老师在教你啊，约你喜欢的男生出来，可以选择这种可以提高肾上腺素的项目，比如恐怖片、密室逃脱、过山车之类的，可以增加对方对你的心动几率。有心机。好久没回来了。进去看看。走，去看看。哎，校友卡拿出来，不然不让进。这以前是我们学校小卖部，怎么现在变厕所了呢？我们以前天天在这儿买吃的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哇，好怀念哦。哎，你当年肯定是好学生吧？当然了。哎，有没有你？肯定没有啊，那这么多年了。找找看看。哪年的？不告诉你。是你吗？哇！哎，别拍，别拍！还是现在好看。我这么多年靠的又不是脸，靠的是这儿。头发。才华。啊，是。哎，看你那打扮吧，一看当年就没早练过吧。谁说我没练过呀？我猜的呀。哎。你爱情路上的遗憾可太多了，别忘我们今天主题，寻找初恋感。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校园情侣们最爱去的地方，把你的青春补给你。操场了，来这儿干嘛？夜色下的操场是无数懵懂爱情萌芽的地方。你猜猜咱们周围那都是小情侣，看那边。他们就不怕被老师发现吗？为什么说校园恋爱难？就是因为大多数都不被允许。站上。有必要演得这么细致吗？是什么？这样就行了吧。有感觉吗？没有。那你干嘛偷看我？我你装吧。主席台，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来这儿干嘛？跟我来支队。我听说这儿是学校情侣的秘密选地。不知道这儿，这简直是破坏公物。能不能有点情趣？应该月黑风高的，谈恋爱的好时候。薛了宝，受赵江月。薛了宝谁呀、啊？
薛大宝，不会是那个爱流鼻涕的薛大宝吧？看来不是一段浪漫往事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给我写过情书，永远都把爱字写成瘦字。就这还追女孩呢？再说了，我上学的时候才不会谈恋爱，也想学习。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上学就是要好好学习，我要拿着第一名的成绩去第一名的公司上班，才没有时间谈恋爱呢。既然这样，初恋什么时候？不会是上班以后了吧？问这么多干嘛呀？查户口啊？不会是徐总吧？你别胡说。哎，紧张。我那天看你和他眼神不一般。哎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，徐总是我领导，他对我很好，我很尊重他。那你为什么辞职？他看起来可比我妈更像一个好领导。后来他被公司派去国外了，我也去别的公司上班了，这顺理成章的事儿啊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赛车吗？因为他告诉我要活在当下，过去的事过去就好。你写你名字干嘛呀？还不如薛大宝呢。我怎么不如薛大宝了？你少女心太难唤醒，剩最后一招，跟我来。哎，周正月，我喜欢你。你干嘛呢？别喊。周正月，我喜欢你。快点，你老了呢。给我站着啊！别动！给我站着啊！好。人呢？不可能在前面，快追！哎，有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初恋的感觉。刚跑的时候，好像有点心慌。说对了，好，走吧。朋友，
裤挺扎眼啊，反面儿。我今天没发挥好，下次继续。啊，不用，我已经感受到了，谢谢你。啊？谢我什么？你让我感受到了上学时的自信和快乐。上学的时候我可以专心学习不谈恋爱，那现在我依然可以专心工作不找男朋友。哎，不对啊，打住。我今天的优秀源于当年的刻苦，那我现在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能保持以后更加的优秀，这个逻辑没问题吧？问题大了。今天重返校园，我感觉充满了电，整个人都精神了很多，加班24个小时都不会累。哎呀，我天哪，你画风歪得太厉害了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是我想要的呀，所以谢谢你，我的好助理。抓好你的葫芦娃，我们回去吧。哎。